忘了。嗨，你别说我了，自个儿也感冒了怎么办？慧娟，怎么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过来啊？我都已经睡了，没有睡不着了。这么晚了我也回不去啊，你就当我在你身边好好睡啊。哎，那就这样，反正我明天就回去了嘛。新月，新月，新月，
他怎么会走了呢？卖些什么？我这儿有一条项链啊，出了毛病了，帮我修一下吧。可以的。另外再帮我配一个盒子，漂亮一点。好的，你等一会儿。乐乐啦！爸爸回来啦！儿子，哎呦呵。真好啊，乐乐，爸爸刚开了好几个小时车了，挺累的啊。对对对，乐乐下来，爸爸累。爸爸抱，下来。我不要，爸爸已经两天没抱过我了，也没抱过妈妈。爸爸，爸爸妈妈。乐乐，猜猜看，爸爸给你买什么了？嗯，来，下来，看看，看看爸爸给儿子买什么好礼物了。哟，哇哇！好不好看？爸爸，爸爸真伟大，谢谢爸爸。这个鬼精灵见了礼物就说爸爸伟大，马屁精。乐乐已经有很多玩具了，你还给买？没事。有没有给妈妈买礼物啊？哇，好漂亮！大伟，大伟，你怎么了？大伟，这个是谁的？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。对啊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花这钱干嘛？好啦，明明喜欢还要装模作样的。妈，你别笑我嘛。爸爸，把妈妈带起来，把妈妈带起来。对对对，带上。好，来，爸爸帮妈妈带起来。好，爸爸帮妈妈带起来，带。妈妈真漂亮。是吧？好了，漂亮吗？妈，漂亮吗？嗯，漂亮，真漂亮。你呀，比乐乐更想礼物。妈，妈妈，你要谢谢爸爸。亲爸爸一下，亲爸爸一下。哎，我说，我先去洗个澡吧，洗个澡再说。哎，你刚进家门怎么就要洗澡啊？就是，你又没传染病，怎么一进门就要消毒啊？妈，我是一身的汗不舒服。哎呀，好好走走走走走走。真挺漂亮的，很别致啊。哎，新月，你怎么看见我就跑啊？我没有啊，正好我有事要出去呢。哎，我一来你就走，故意躲我？没有啊，没有，那你就留下陪我聊天。啊，慧君，我真的有事儿，有事你待会儿再去办嘛。你怎么这么霸道？我只有对你才敢霸道。好，那你先在这边坐，我去买咖啡啊。雨晴姐和谁？哎，
新月是不是有心事？你也看出来了，他从苏州老家回来，好像就变得不开心了。为什么呀？哎，这是他的责任，问他。月，不叫你来了。你，齐亮，你怎么又惹新月不开心了？什么事儿啊？都怪我。不怪你，怪谁呀？我看新月这样子，肯定是失恋了。哎，你别瞎开玩笑啊！我对新月永远是忠心耿耿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新月失恋是永远不可能发生。那他为什么不开心呢？这我怎么知道？咖啡来了，给我来杯茶吧。新月，女人不开心可容易老啊，别那么愁眉苦脸的。谁说我不开心了？你就别逞强了，就我们仨在这儿都是好朋友嘛。谢谢。慧娟姐，你的项链好漂亮啊。这个呀，这是我们家大伟去苏州出差的时候带给我的礼物。好久没有那么浪漫了。这项链挺漂亮的吧？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也跟你们一样惊讶的。新月，这条项链和我送给你那条一模一样。是吗？不是，齐亮看错了，他送我那条和你这个一点都不一样。我想起来了。我看过新月姐戴的那条项链，真的很像啊！我说不像就不像，是一模一样啊！不信你拿出来比比看嘛！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一条项链也争来争去的，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。新月，你怎么了？发这么大脾气？对不起，慧娟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哎，新月，新月。啊，慧娟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去看看。快去吧，齐亮，齐亮。齐亮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，让我一个人静静好了，我特别累。那条项链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到底要我说多少遍呀？这么问我，像审犯人一样的。我送你的项链在哪里？放在家里啊，忘记带回来了。我洗澡的时候摘下来放在家里，就是这样，信不信由你。可我给你家里打电话，你爸爸说你并没回去。我回去的时候他正好不在，等他回来我又出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样就好，我相信你不会骗我。齐亮，我真的很累，头特别疼，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好吗？好吧，那我晚些再来看你。不是，这幅画叫《勿忘我》，
我就对这一种花感兴趣。为什么？当年我在书上看到说有一种花叫勿忘我，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，就专门跑到花店里去看。一看嘛，那就像你现在似的，挺着迷。仙人球。仙人球啊？人说这个东西啊，不用浇水，也不用特殊照料，特别好养。天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爱得无法自拔。 找你找我有事啊？我这是马上开会呢。开会？大伟，我开门见山有话直说了。慧娟的项链是怎么回事？慧娟的项链？那怎么，他跑到你那儿去炫耀了？那是我出差时给他买的礼。 我们全家每个人都有一份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你是到苏州出差吧？是啊。公司要在苏州建一个工厂，我先去查询一下。可是怎么这么巧？你给慧娟买的项链，和我给新月买的一模一样。是吗？那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 给女人买礼物，我们的眼光都一致啊。是吗？那件礼物啊，我是选了很久才定下来的。慧娟喜欢的不得了，所以你刚才一提呢，我就想着是不是她拿到你那儿去炫耀了。原来是这样。真对不起，是我多心了。怎么了？给你造成误会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哦，那就好，你造成误会了。行。 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？你知道你这样我多着急呀，啊？你是要急死我吗？我们到此为止吧。
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分手，是吗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你要这样惩罚我？我是在惩罚我自己。 能说清楚为什么吗？我没有办法面对慧娟，没办法面对齐亮，没有办法面对你，我更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。尤其当我看慧娟戴着我的项链，炫耀你对她的浪漫的时候，我真是又妒忌又有罪恶感。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那如果说这是一个错误，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。我应该和你一起分担呢。我们不要再见面了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走吧。这不是你的真心话，你再说一遍。 你说你要我怎么样，你才满意啊？你为什么要有家庭？为什么你的妻子是我的好朋友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呀！你问我为什么？好，那我也问问你为什么？在我有选择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啊！我现在有了家庭，有了责任，你又偏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 这都是命的安排吗？大伟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过一天算一天。谢云，我知道我已经没有爱你的权利了，可是偏偏爱上了你。行了，放心吧。 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，不会。大伟，如果我们继续下去，你会离婚吗？心雨，真的是不敢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做。 我没有资格再当你的。大伟，别哭好吗？大伟，不要走，就是下地狱，我也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。 Thank you.
来了。哎，妈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？年纪大了，睡得起，躺来躺去啊，老是睡不着，我就干脆起来了。这么晚了，慧娟跟乐乐已经睡着了的。好，妈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啊，大伟，嗯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你怎么都那么晚回来？工作忙吧。妈还指望着你们再生一个孩子呢。妈，慧娟的身体刚好一点，这再怀孩子合适吗？大伟，你该不会……妈把丑话给说在前头啊，外面的女人可不比自己的太太，你脑子灵灵清，这沾染上了是甩都甩不掉，麻烦着呢。你都想哪儿去了？妈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。大伟，是我。我这么晚了。天吧，好吗？我不要，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，我要你现在就下楼来见我。哎，我说，今天真的是很晚了，咱们改天啊。谁来的电话呀？一个客户想跟我谈一单生意。这半夜三更的，是太不像话了，这。我说的也是。你瞧，哎。干嘛挂我电话？怕听到我声音吗？我说，今天真的是很晚了，咱们改明天好吗？我不管，那我现在上去找你了。缺德，深更半夜的还这么按喇叭。哎，回去回。妈，大伟还没回来啊？哦，他回来过了。刚才有个客户又把他叫出去了，因为你都睡着了，我们就没有。这些客户也真是的，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。是啊，是啊。大伟啊，也真够辛苦的。嗯，妈，你早点睡。周董，这一切进行的可真巧妙，你可真够高明的。这还只是个开始。那周董，你看我们要不要通报张家的人？现在还不要，我要让他们越陷越深。不放心，哪个那么差劲的客户啊？深更半夜的还把你拖出去。遇上这样的客户，只好忍着。行了，很晚了，睡吧。哎，你怎么穿拖鞋出去应酬啊？我，这两只还不是一对儿哎。
只鞋，我说，这只鞋不是我们家的。这只鞋是我从家里带来的，刚刚我还在找呢。大伟，哎，你怎么还不去睡觉？哦。那另外一只呢？妈，上班去了。哎，燕乐，你先下去，在爸爸车里等着。奶奶有几句话跟爸爸说啊。好。妈，什么事儿？你老实说，昨天晚上那是谁呀？什么谁呀？少跟我装了，我在楼上看得一清二楚的，你是上了一个女人的车走的。真的是一个同事，你还装啊？那拖鞋的事儿怎么解释啊？我可从来没有那只拖鞋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外面的女人啊，要的是钱，她不会给你真的感情的。我不准你再继续下去了，这纸包不住火的味道，你既然知道了，那就不得了啊！你赶快把这个事儿给处理了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听到没有？心情很不错嘛，哪有啊，还不是都一样。才不一样呢，我认识你那么久，从没见你那么高兴过，好像人也变漂亮很多哦。你快点擦桌子吧，啊，客人马上就来了。新月姐，我好几天都没见到齐亮哥了，他在忙什么？为什么不来呢？他有好几天没来了吗？啊，你连他好几天都没来，你都不知道啊？这太离谱了吧！他没来也没打电话呀？说你们是一对，你们好像距离很远；说你们不是一对，你们又整天黏黏糊糊的，真不明白。哎，说人到，说鬼鬼到，鬼来了！你才是鬼呢！回家，好几天没见到你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去去去，新月，我回老家去了呀。哎，你怎么不问我回去干嘛了？新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新月，我们另找个地方谈好吗？好好，我们走吧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啊。齐亮哥，我比新月姐丑吗？
你吃错药了。你说嘛，你说嘛。好好，你不丑，你最漂亮，可以了吧？嗯，那还差不多。如果新月姐不肯嫁给你，那我干脆嫁给你好了。得，你看好店得了。外遇？对，是我婆婆看见的。你婆婆看见了？对呀，大伟说是出去应酬，可他是上了一个女人的车走了，直到下半夜才回来的。你知不知道对方是谁呀？我知道就好了，知道的话我绝饶不了他。慧娟，会不会是你误会大伟了？不会的，我是亲耳听我婆婆说的。我婆婆总不见得冤枉她自己的儿子吧？哎呀，我真够笨的，哪有深更半夜的穿着拖鞋出去应酬的？哎，还有哎，她回来的时候居然穿着两只不一样的拖鞋。我婆婆这么随便一解释，我居然也就信了。哎呀，我笨呐，我真够笨的。程大伟，这个没良心的，我一心一意的对他，他居然在外面乱来，没良心，真没良心！我饶不了他，我饶不了他。那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打算怎么办？别让我当场抓到！如果让我当场抓到，我一定让他们身败名裂，没脸见人。慧娟，干嘛非要弄得两败俱伤呢？他都不管我的死活，我又何必管那么多呢？那你的家怎么办？你愿意让他破裂吗？乐乐怎么办呢？我，心月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？娟，你别难过啊！大伟背叛我，我婆婆也帮他瞒着我，我现在是孤立无援了。我爸爸妈妈又在美国，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操心。心月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哎呀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也许大伟是一时迷失，是逢场作戏。这么巧的，正准备给你拨电话呢。大伟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出来好吗？好啊，那咱们就约着吃晚饭吧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晚饭就不必了。就在你们公司附近的公园里吧，下班的时候我等你。喂。喂。心月，哟，怎么了？怎么心事重重？有一件东西我要收起来了。什么东西？我跟你之间的感情。为什么？我实在不忍心伤害慧娟。
刚才他来找我，哭了好一阵子。慧娟来找过你了？他已经知道你有第三者了，只是还不知道那个女的是谁。这是真的吗？大伟，趁还没有真正伤害到慧娟之前，分手吧。我们都是老实人，会于心不忍的。是在玩火，会烧死自己的。心月，别这样好吗？我真的是爱你啊。在这之前，我一直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爱你，还是一时的情迷？就在刚才这一瞬间，我明白了，我真的是爱你。别离开我好吗？大伟，你别再说了。那种死缠烂打的男人，我知道我这样做也对不起我的太太。在没有酿成大错之前，我们分手。说，我们在这个地方陪着慧娟度过了一段很难忘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分手，你真的是很会选地方。走吧。我就走了。走吧。大伟，跟你拼了！齐亮，齐亮，齐亮，你
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齐亮。让开，齐亮。齐亮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张大伟，你这个畜生，打死！别这样，齐亮。大伟，你快走啊，快走啊，走啊！行不行？我这样丢下你一个人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快走啊！你要真没我好，就快走，快走啊，快走！张大伟，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你给我站住！齐亮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爱上一个有夫之妇？啊！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我究竟哪一点不如那张大伟？你说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爱上就是爱上了，没有任何理由。你。老家是假的，和张大伟约会才是真的。你把项链掉到老家也是假的，是不小心掉到张大伟皮箱里才是真的吗？还有，就连你在滨江大道也是和张大伟约好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把我当什么你？你不爱我你可以早讲啊！你把我当小丑一样的耍，是不是？骗了我十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任何承诺，你忘记了吗？是，我贱，我坏，我不要脸，我不值得你爱，你给我走！我们十年的感情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。做了多少年的白日梦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是自己在跟自己谈恋爱。我是个大笨蛋。这不是做贼心虚吗？不行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一定要暗中调查证据，不能大草惊蛇。
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，请留言。新月，我很担心你，齐亮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请苏宝回电话。张大伟，今天跟我说清楚，你有老婆孩子了，你为什么还糟蹋新月这样好姑娘？你是不是人呢？你说呀！齐亮，有话咱们换个地方说好。你少废话，我就和你在这儿谈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，否则你哪儿都别想去。齐亮，听我给你解释。老张，要帮忙吗？不用，这是我朋友，我会处理他。谁是你朋友？你懂得什么叫朋友吗？朋友妻不可欺，你懂吗？齐亮，你少叫我名字。我的名字干干净净，你不配叫。你去哪儿？你今天要说不清楚，你哪儿都走不了。呀，滚开！老张，没事吧？哎，住手！你怎么回事？住手！放开我！怎么回事？别动！别动！别抓！别抓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这是我朋友，别动！别动！可是你的伤……没事，你们都走吧，没关系，走走走，好不好？都走啊！别走。走吧，喂，您好，安琪咖啡厅，怎么又是你啊，张先生？我跟你说，新月姐没有来。对呀，没有来呀。要不这样子吧，我等会让她给你打电话好吗？你不要再打来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让她给你打电话。就这样 ，OK， 拜拜。哎，齐亮，新月姐呢？她不在，我都觉得奇怪，今天没有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害得我累得要死。哎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啊，被电线杆撞了。没事。新月不在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走！哎，齐亮，你别走。干什么？我有奇怪的事要跟你说。说吧。慧娟姐的丈夫，今天啊，一直在找新月姐，电话都打来十几次了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我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。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有很多事情都不太正常啊？什么呢？我本来是没有把事情都想在一起的，可是我今天把所有事情想来想去，拼过来凑过去的，我觉得新月姐和张先生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饭可以多吃，话可不能乱讲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？本来就是嘛。那天张先生说他要到苏州出差，可新月姐又说她要回苏州老家，可你打电话过去找他，他爸爸说他并没有回来啊。这新月都跟我解释过了，我也相信他，这好像不用你瞎猜吧。那好，那你送给新月姐的项链怎么在慧娟的脖子上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，我跟张先生的眼光一样，买了同样款式的项链送给太太和女朋友不可以吗？你是头猪啊，人家把你的女朋友都抢走了，你还在替别人说话？你小点声好不好？我警告你啊，这个事儿到我这为止，你千万不能把它传入第三个人的耳朵里。啊，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事儿了。新月，新月，我什么都别说。新月，您。
小轩，你下班了，我自己来。西月，西月，让我来。我自己来，你走吧。让我来吧。齐大哥，我跟你一块走，我搭你的顺风车好不好？我还没想走呢，你自己走吧。那我来啊，西月。我自己来，你走吧。你就歇着，我来吧。身体的，我来，啊！哎，我不要你管，你放手。你何必这么折腾自己呢？我来。哎，放手吧。哎，你。你看你啊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不是告诉你了，不让你管。你别急嘛，我来处理。你起来，你不必这么做，做错事的是我，不是你。心月，心月，我没有脸面对你，你一定要逼着我把这句话说出来吗？不，你不必说这些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慧娟和你，我欺骗了慧娟，背叛了你，这样说你甘心了吗？我并没有让你说这些啊，可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心里还流着血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不甘心，我不甘心看着被这张大伟玩弄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我相信大伟对我是真的。让他娶你啊，让他给你个张太太的名分呢、啊？名分算什么？我不稀罕。那难道你就想跟他这样不明不白的过一辈子？我相信大伟对我的感情一定是真的。我不许你这样跟他来往。这是我自己的事。雪，我不许你这样，你必须跟他断绝来往。跟他分手还来得及？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你一定要回头，一定要回头。我爱他，我可以不顾一切的去爱他。那我呢？但你也不能爱一个有妇之夫吧，而且他还是你好朋友的丈夫。心云，我们走吧，我带你走，我们回苏州好吗？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，把这个伤心的地方忘掉好吗？我做不到。你好好想想，你为张大伟牺牲这么多，你值吗？尽量。好好，算你没哭。嗯，把脸上的水擦干吧。我说我没哭，有什么好擦的？好，算你没哭。堂堂的男子汉，齐良怎么会哭呢？哎，可是你脸上这是什么啊？哎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哎，你不要不知好歹好不好？我这是同情你。哎，我有什么好同情的？别装了，
你刚才跟星月姐在里面吵架，我都听到了。你怎么可以偷听呢？拜托啊，你们吵得那么大声，我不想听都听到了。好，不管你听到什么，你都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千万千万不能把这事儿说出去。你这人真挺奇怪的，抢了你女人的这男人，你不找他去算账，你还要替他保密，你脑子真是坏掉了。跟你说你也不懂。好吧，我给你想个办法，我帮你把星月姐给抢回来。算了，你们这些新新人类那一套我可不敢，不敢领教。你倒是要还是不要？你等一下。怎么？你想听我说了？我首先得声明一下，这害人的事我不做。你是被害人，别人先害你的。你快说好了。很简单，公布绯闻。公布绯闻？对啊，就是把张先生的丑事在他公司一宣布，这一招肯定有用。哎，前一阵子啊，成龙就是吃了绯闻的大亏。张大伟也能跟成龙比？他也是公司的经理啊。他现在已经……这种事情一传出，他绝对会身败名裂。一个没有事业、没有金钱的男人，还有什么女人会去爱他？自然的，他就会回到你身边啊！不不不，这样做太小人了，我不能做。别人把你的未婚妻抢走了，你还这么婆婆妈妈的？我早就说过，你们这些新兴人类那一套，我不能做。算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重新让我难堪是不是？不是又怎么了？上次我老婆和你老婆找我茬的事儿，给我惹了一大堆的麻烦，你还嫌少啊？啊？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？把丑事闹到公司来，让别人骂我们什么？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等会儿，什么上梁下梁？我就是上梁，你是下梁，明白？我被人作奸，你被人骂奸夫。谁这么骂我？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你自己看看去。陈先生，如果您没别的意见的话，就麻烦您在这合同上签几个字。好的，每份都签到这里。启亮，我和我们主任有点事。好，您忙您。成交了？啊，对，不错。你这几天业绩做得很亮丽，是什么让你突然转院？也许是情场失意。职场得意吧？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主任没别的事，我先。啊，你慢你的，你慢你的啊。起来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来干什么？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好人。甚至还同情你对于新月的恋情，哼！
原来你也不过是一个卑鄙小人。什么事情啊？哎！谁是张大伟？我不认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吃错药了你？你看看，看看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。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我是看不惯你被别人欺负哎。你知道你这么干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张大伟被公司开除啊。那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对你有好处就行了，我是在帮你。你这是在害我，害得我不仁不义。又不是拍武侠剧，讲什么种小人物。我都让你给害死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我的事儿你不要管。你对我那么好干什么啊？你好，你要不是个女孩，我今天就揍你。好，你敢对我凶，我向张太太去告密去。你敢？我就敢。你不是答应我不说出去的吗？我现在反悔了，行不行啊？好，是我不好，我对你不应该那么凶，对不起，好吗？好。我看得出你好像有事儿，咱不快人快语，你就直说吧。赵总，你上次说的那个位置呢？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。我上次跟你提过，你隔了这么久都没给我消息，我还以为你看不起我们公司呢。对不起，因为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怎么了？你是跟老婆吵架了，还是？算了算了，那是你的私事儿。关于总经理这个职位，因为隔了太久，恐怕我还得跟公司运作一下。好，那我就提前谢谢你。没关系，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。大伟，你看着我干嘛？那你不是也看着我了吗？你少跟我斗一次嘴就不行吗？去洗澡吗？是啊，这也要问吗？大伟，最近你可有点怪怪的啊？这有什么怪怪的？想太多了吧？是吗？是你啊，你疯了，在家里打电话给我。没事儿，他洗澡呢。听到你的声音真好。干嘛呢？我啊，
我刚煮了两杯咖啡。两杯？一杯给你，一杯给我。我就假装你在我身边吧。委屈你了。别这么说。谁叫我自己选择了呢？放心吧，以后我一定会补偿。其实啊，你现在就可以给我补偿。我现在怎么补偿你啊？嗯？给我一个吻吧。OK。听好了啊。好吧，是啊，争取做一个好梦，梦里面有我，然后我也做一个梦，梦里面有你。慧娟啊，这没有证据，可不能乱说话呀。妈，你就不要袒护他了。上次你问他在半夜见女人的事儿，我都听见了，我当时没有追究。可是今天他跟那个女人通电话，我全听见了，还要什么证据吗？是真的。哎呀，你不要这个家了，你！我没说不要这个家。那你在外面还乱来？那个女人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回去回去，你别着急，这事儿我来处理啊。大伟，你给那个女人打电话。妈，我让你当着慧娟的面给这个女人打电话，告诉她你有妻子有孩子。不能跟他有来往了，打呀你！打呀！你为什么不打？你们干嘛这么逼我？张大伟，你到底在保护谁？谁才是你的妻子？哎呀，大伟呀，你还等什么？快打吧！妈，我在电话怎么说不清楚？是还要去见那个狐狸精？也好也好，让大伟当面跟这个女人说说清楚啊！哎呀，慧娟啊，你听我说，我相信大伟啊不是一个不顾家的人。哎呀，男人在外面沾花惹草，那是逢场作戏，不会当真的。我相信
心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太太。大卫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，这明明是纵容男人的一个借口。你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大卫，你马上跟外面那个女人做个了断，给慧娟一个交代。他连那个女人是谁都不肯说，就是想留条后路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知道那个女人是谁。你说，你说呀。慧娟，慧娟呐，只要大卫啊答应有个了断，我们眼不见心不烦的，管他是谁呀。啊，大卫，向慧娟保证一定了断。你们不要再逼我了，好不好？我这么做也不行，那么做也不对。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我怎么就会这么做呢？这样的家伙，我怎么待得下去？哎，张大伟，妈，谁呀？大伟，哎。你干什么啊？我让你送我回家，你怎么骑到这儿来了？这不是新月的家吗？啊，是不是新月的魂把你勾到这儿来了？你自己打的回去吧。你还要去找新月姐啊？他已经变心了，你还……你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的事不用我管，哎，你有点志气好不好？不是世界上只有新月姐一个女人。你走不走？我走，我当然走了。你要做傻瓜，我也管不了你。这家伙又来了，我非把这不要脸的家伙赶走不可。我凭什么去赶他？并不是新月的丈夫，搞不好还会被赶出来呢。心愿好，不行。万一张大伟和我吵起来，闹得全大厦人都知道了，心愿的人怎么做人呢？他的面子往哪儿摆？哦，不行，我可以不要面子，可心愿他千万不能受到半点伤害。我要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才好啊？不要脸！心愿。
这么傻，这么笨呢？回娟来找新月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大伟还在新月家呢，这不行，不行！该起了，是快点，快点起，再睡一会儿嘛。这么早就有人来找你啊？是齐亮？不会吧，新月，慧娟，他怎么会来啊？那难道他知道你在这儿吗？不可能啊，他要是知道，他就会直接喊我的名字了。早就来了。早吗？我昨天晚上在楼下守了一夜。听说最近这里不太安全，经常会有坏人来打扰。你昨天晚上遇到坏人了？新月，大伟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家，我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
你能陪我一起去找他吗？不必了，不行，你到哪儿去找他？说不准，他现在正在某个地方安心的睡大觉。慧君，我陪你去，你先坐坐，我去换件衣服啊。你不是要换衣服吗？我帮你拿。杀虫剂，我帮你喷一点。尽量。青云，你没不舒服吧？没有。别让慧娟等太久了。她找到她丈夫一定很着急。快去，把衣服换上。快去。你放心，柜子里的蟑螂我一定替你处理好。快去。出来吧，你太太已经走了。你看看你那样子，堂堂男子汉你不做，非得要做偷偷摸摸的鬼。你想没想过，如果今天叫慧娟发现了，你今后怎么叫新月做人？你想过这些没有？慧娟，我们往那边走吧。你要去哪儿找大伟啊？我不知道。心月，我的心好乱，大伟从来没有这样过。只要大伟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计较。就算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我也可以不计较。你说什么？真的。我发现，我不能没有大伟，乐乐也不能没有爸爸。只要他能平平安安回来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计较。慧君，你真的太善良了。不，是我不好。过去我对大伟太厉害、太霸道，才逼得他这样的。我也有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老天爷，求你让大伟快回来吧！只要他能回来，我保证不跟他吵架了，我保证做个温柔的妻子。对了，我还是先回家吧，说不定大伟已经在家等我了。要我陪你回去吗？不用了，有事儿我再打电话联络你。好，慧娟，别着急啊，千万要当心身体。见他，慧娟回家了。醒了，大伟，你快回家去吧。慧娟说不定真的会疯掉的，她太可怜了。